我哋家陣嚟到嘅咧就係林村，咁林村最出名嘅咧就係 Eposhi 嘅喎，許願樹。相信喺幾年前咧，如果我有見過一個一啲香港，你有即係睇過一啲香港電視劇或者係電影嘅咧 ，Eposhi 其實上面會掛滿嗰啲用即係橙啦掟上去嘅嗰啲許願紙啊。但係家陣由於 Eposhi 已經承受唔起嗰種壓力咧，所以咧所有嗰啲許願嘅橙啊或者紙張咧都已經被攞走咗，因為佢哋要保育呢個許願樹。咁其實我嚟呢度咧，已經之前都知道係咁嘅情況嘅。咁我基本上咧都係要嚟許個願，對住棵樹許願啫。我覺得掟唔掟個橙上去咧就唔係咁重要嘅。咁係咁先。